我的秘密武器。零零后也用面膜啊？吃饱了力气才有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一般这种事儿，都是我的助理小鱼帮我干。我的助理在哪？我的助理在哪？我只想问。我的助理小鱼，这两天厉害，但觉得他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鱼，他现在觉得他是一个热带鱼，他不是一个家鱼。家鱼，家鱼。我其实是不用的，这些我都是那个晚上累的时候敷脚、敷手、敷脖子，脸肯定是用不着的。哇，这是都是你们自己要带的东西啊？对。这什么鬼？是。我试一下吧。谢谢。又被揍了，鞋我给你放不下了。可是弟弟，你还有除了你自己的鞋，公司还给你准备了五双鞋，也要装这个箱子里。爱干净，不是说说就可以了，是要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呈现爱干净。有了这个鞋，很少会有人像我这样一样细节，这就是细节，细节就够。你最后答应的是几分之几？六分之三。六分之三是多少？三分之一啊。生活的压迫。小弟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把我那个小弟。这样可以，你帮我收拾吧。找别人说什么？别人不爱迟到。洋洋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给我一个巧克力呗，行吧，好不好？行。他刚才把你所有衣服都扔地上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是你小弟。哎呀，声音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。